快点啊，好嘞，这边。那个，刚才你帮你问一下，真的太人了，来，老板你看一下，你过来。哎，替他，你先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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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从宁波给您送到上海。你有车没有啊？有啊，我们公司车队好几个呢。嘘，我现在没时间，我们正在觐见吴公子。别，薛总，我今天这么大阵仗，是吴公子干嘛呢？吴公子你都不知道啊？大名鼎鼎的纺织集团吴纺集团的公子，他家老爷子这不是啊绝症了吗？现在是少帅当家，我不跟你查了，我忙着呢。我就冷了了的身那飘远方，风雨你追赶我，你分不清英雄，天空海阔你我。哎姐，那个小梅姐她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？啊，还可以。让我向你问好。原谅那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害怕有一天会跌倒。我虚伪吗？不虚伪啊，你特真诚，谁说你虚伪了？我傲吗？傲。怎么样，第一次出来工作适应的还行？好着呢，特适应。哎，对了姐，看这什么？哟，都有手机了，厉害吧姐？我现在啊是公司骨干了，不是我跟你吹姐，我跟我哥一样，无论到哪混，保准都能混出样来。你哥混哪儿去了？姐，我都等你一路了，等你问这个，你怎么才问呢？问了也听不见实话，有什么意义？你太厉害了姐，怪不得我哥他总说你。没有理想谁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的你问我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。